好，我是橘子。这位认不认识啊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妹。这是新妹啊，她从四川过来找我们玩，我们一起去的吃个饭，等一下出去逛一逛啊，带我们三个带好玩一下。上次是就是超哥他们酒庄开业，我第一次见面，我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他来的比较匆忙，吃了饭又走了，我们都没有在一起好好聚过。这次过来就牛哥嘛，你过来跟我们一起。因为是中午时间嘛，然后我们就选择吃清淡一点，吃汤锅。道哥也过来了啊，你这些辛苦了，多谢了，你这是黑过了你。他专门花了时间过来吃饭的。来，哎呀你。这个太过了点啊！你又把他这样太过了嘛？又把我打到成了耍的，你就来再吃。哎呀！好好吃啊！你就来的还吃？阿达夫，因为我前两天吃的时候，我好几年喝过。嗯，我还在。这个要到那个奖上了，好好吃的，也不辣的。好，对了。少要点香菇，香菇已经上火了。那确实是，这个是放到汤里面的还是放到这里面？放到汤里面的，有个碗的嘛，有个那个碗。吃好了，去回去店里面，然后媳妇儿看看衣服，想多进去看看。我嫂子嫂子不舒服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逃不过一个魔咒。哎，就是每个人走走好耍，走走还点点心。我发现你们好多同乡，幸福哟。也可以点点菜啊。这样的啊，前面啊，哇，这边选哦，停电了，今天太吵了，停电啊，你们这一条街的。啊，快来选衣服吧，亲们。你是完全的，你是每次喜欢哪种风格的？我给你推荐一下。糟了，我是没去上班。我没有进来，聊完没得？聊完了想嘛，还有啥子？确实采访了些。那个裤子拿完了？拿完了。和衣服现在已经断了货了。直接又在喊厂家做。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下呢。嗯，有一条那个裤子穿得很舒服。他说是要货的吗？嗯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好看吗？嗯，上了很多新款。好喜欢白色的，我也喜欢，就是我很。哎，哦，这样很减龄啊，可以。再打个小辫子，有点耍嫩了那种。不是装嫩，本来就嫩啊。可以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啊。嗯。整一件，整一件啊，整一件。嗯，可以再瞧瞧裤子啊，那些啥子随便看啊，那些都有的啊。最后那个裤子已经啊，找到了。这裤子真的好看，我跟你说。嗯。赶紧试试，赶紧试试。还是没脱袜子，嗯，这个位置还比较舒服。嗯，这裤子怎么样？本来他都是只是看一看啊，结果是要一套又一套。也是我们这个服装面上是有魔性的。他真的是有这个魔性。那我们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们要继续卖卖卖，拜拜拜拜。